其实总统这个工作还蛮辛苦的哈。执政将满一年，也被骂了一年。总统笑说元首不好当，但不知道是否太常被骂。气象专家李富成发现，总统近期照片印堂上老是有块青暗色黑斑。对比一下，去年五二零就职典礼上跟今年5月13号的蔡总统，不知是否灯光关系，近期照片额头比较暗沉。蔡总统他最近的出现面相，他有带微黑。当一个领导脸色不宜有印堂，不宜有带黑，那么尽量建议他尽量穿亮亮的颜色。总统是否印堂发黑，各界不同解读，但无悬念的是鹰派政府民调屡创新低，连独派大佬都看不下去。连着水批蔡英文身为当权者却过于犹豫不决，陈方明则批他是一个没有风格的领导者，声律不挺，施政陷入困境。因为他的民调支持度低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对他指责，因为他没有一件事做得好。从一例修年金改革、前瞻计划以及两岸关系，还有一个最让他伤透脑筋的人物——保外就医中的前总统陈水扁，预计将在5月19号北上参加由绿人士筹组的凯达格兰基金会邀请的参会。传出他拒绝向台中监狱申请，还直接呛下蔡英文：“不然来抓我啊！”不过陈志忠脸书上驳斥：“子虚乌有。”去拥抱深绿的情况下的时候，深绿的主张就是要对于陈水扁，你要重新发落。你要背起这个历史的这个负担。独派民怨夹击，蔡总统上任将满一年，蓝绿都不满，再不拼出有感政绩，就怕民调还没探底。总统这个工作还蛮辛苦的哈。台北综合报道。